猫眼螺，这个只能下手啊，取一下它的钙片，给它，哎呦，整出来啊！转的时候看到没？根据它这个螺旋形状，咱也这样转，看到没？哦呦，太完美了，太完美了！蘸点调料，这个猫眼螺咱是现货给你们发货啊，保鲜不保活，但是收到货质量咱。 必须很OK啊！看质量，嗯，哇，黄，太香了，这个是特别有嚼劲的。如果说牙口不好的啊。 你们多煮一会儿吧，行吧？我这个就水开了，煮个4-5分钟。牙口不好的话，你们煮个10几分钟。高压锅焖也行啊。你就喜欢这它这个有嚼劲啊。看它也叫螺，但是跟海螺口感完全不一样。